我，老乡帅，谢谢我红衣姐姐，谢谢。家人们是这样子的，这段时间你们也可以，今天晚上你们也把心放下来，安安心心的睡个觉，安安心心的，对不对？带着祝福，对不对？明天，好不好？明天我们一起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了你们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我是不是答应了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？明天我会陪着阿伟一起去大凉山，懂不懂？明天我会陪着阿伟一起去大凉山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像我这种长相，你觉得会有人喜欢我吗？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觉得我这种长相会有人喜欢我吗？告诉我一下。穿黑的帅，我知道我穿黑的帅，但是今天就想穿一下这件衣服，对不对？今天心情好嘛，穿那个黑的有点闷闷的，知道吧？心情好我就穿的花一点。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我，我像我这种样子会有人喜欢我吗？告诉我一下，会的话打个会好不好？会的话打个会。吴总那个时候叫你去这部字幕，家人们别扯了好不好？你们还扯远一点，你们能不能不要扯这么远好不好？不要扯到丫头身上，知道吧？她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，好吧？有的后面美女有一大堆，不能说黄毛会听到。家人们，你们不用去怕她，懂不懂？你们不用去怕她，不用去怕那个黄毛。如果说家人们，我在这里跟你们承诺，如果说这个黄毛再升级给我挑事，那三个 W 我就直接去问他的家人要，知道不？此刻直播间3000人，家人们，你们听到了没有？你们到时候为我撑腰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你们到时候为我撑腰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告诉我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他在我们去的路上使坏，我就把那三个 W 去要回来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家人们，明天家人们，明天我穿白衣服，明天我穿白衣服，穿上我那件花开富贵去，好不好？我那件花开富贵对我的意义挺大的，知道吧？我也让他沾一点点喜气，是不是？你又不去，你穿白的干什么吗？这种时候你能去吗？家人们，小浩他又要去，你说让不让他去？哎，小浩他没给，家人们没给，我只是不想说，我不能穿白色衣服。家人们，那我请问你们，我明天去当你们所谓的这个中介绍人了，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好呀？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好？告诉我。王毛在直播间说了，家人们不要听他的这些好不好？你们相信我，不要听他的这一些，知道不？给没给我不知道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告诉我明天，先告诉我明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。我没有红色的，家人们，那我又不是新郎，我又不是新娘，我哪有红色的衣服穿嘛？是不是？穿粉色的我也没有，家人们，我说实话，我没有红色的，没有粉色的，没有红色的，知道吗？穿西装打领带，那别人等下以为我是新郎呢。穿的丑一点，好不好？穿的丑一点，不能那个啥，身上不能穿的太格式化了，知道吗？等下别人专业装到我身上，知道不好是吧？刚刚这是阿伟这么说我的，所以说我才在直播间说一下。家人们不要听黄毛的好不好？求你们了好不好？不要听黄毛的，我怕我穿黑色穿什么都帅。家人们，你们真的是慧眼识珠呀，真鱼，我真的我这颗珍珠真鱼被你们发现了，我这颗珍珠真鱼被你们发现了，知道吗？真的，我不骗你们的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只可能隐藏在沙堆里面，直到我遇到了直播间这么多家人们，真的我才知道原来珍珠它真的会发光。谢谢我兰姐，谢谢我兰姐。这个兰姐一进来直接就整的这个花开浪漫，家人们真的跟我的衣服很配哦，我的衣服是花开富贵。明天家人们，明天家人们都说了，我愿意给阿伟当司机，知道吗？我愿意给他开车，愿意给他开上他的，对不对？迈巴赫冲往他心爱的地方，懂不懂？吴总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谢谢我笑看的珍姐姐，谢谢。吴总就穿今天这身不行，今天这身是我最没档次的一身，知道吧？
亚们不能这样子，去这种地方还是要注重一下形象。其实我有一件蓝色的，家人们，我有一件蓝色的衣服，就是我当兵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件。穿西装吧。我花心的很，我哪里花心了，宝哥？真的说这种说我花心。穿西装吗？阿伟看到没有？直播间现在3200多个人，他们都说我帅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我穿什么好看？我这个身材，穿西装还是穿？不是你这样子，你这个肌肉动一下先。家人们看到没有？来，家人们看到了的给我打个看到了，家人们。看到了的给我打个看到了，来，我经常健身的家人们，你看，三二一，看到没有家人们？看到了的把我打个看到了，我指着等下跑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我的肌肉会动吧，家人们看。哎呦，可以啊，这深藏不露的家人们，我说了阿伟人门人武的，看到没有？有腹肌的，有肌肉的，对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？对。我这个身材，之前去那个大凉山有啤酒肚，然后我后面健身。其实你们不知道，我每天早上我都冲2个小时去健身的。每天早上我早点起来。对，说实话，讲是健身的。西装是吧？嗯。穿西装要有男人味一点是吧？看到了是吧？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家人们。穿西装打领带是不是？穿西装打领带啊？对。小浩一起去吗？我本来要小浩不要去的，小浩我都不让去，我来当司机嘛，对不对？我又当司机又当介绍人，那红包不管管的，穿个唐装。家人们，我没有唐装。来，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啊，他们后面接人。嗯，你说一下呢。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。就是说明天呢，就是说你们也知道，最近呢我也在准备这个这个米啊，就是相当于也就是说采什么米啊，然后呢明天就带二妹去二妹家了，然后呢就该承诺的阿伟该承诺的东西要承诺，知道吧？然后二妹今天请假了，说刚才那个主管说请假了，然后呢，对，刚才我给他发信息没有回，可能他有点累啊，这两天有点辛苦了，有点累，可能在休息啊。然后明天我也早点起来，然后去接二妹，然后就一起去他们那边。然后呢，我答应他老爸也是明天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家人们，该承诺的还是要承诺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结婚这个时间的话，到时候。明天去了就知道了啊，我们大概呢会去聊一下这个结婚这个事情啊，然后呢，如果到时候大家我也会给大家说的啊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感谢你们一路的祝福，谢谢，谢谢。直接递归啊，就不存在什么递归了，家人们，明天去承诺这件事情，先把事情处理好啊，事情呢没处理好，对不对？处理好这就相当于就不用递归了，知道吧？就相当于递个回了。不用这么复杂，知道吧？对，要穿西装是吗？那就搞西装。我有几套西装，家人们，我明天穿一套西装吧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，祝福阿伟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的祝福，吃喜糖了，对。谢谢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在直播间，我问家人们一个问题好不好？阿伟，允许我问一下吧。刚刚我在公屏上面看到有一个家人们说我花心，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我我花不花心？他说我喜欢的人很多，家人们，我刚刚看到直播间就是这么说的，家人们来给我个面子好不好？回答一下看我花不花心，家人们，我有没有在直播间说过，对不对？家人们告诉我来，有没有我看有没有一个人说我花心的，我相信一个花心的应该都没有，家人们他说我花心。全公屏都没有打花心的，真的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，真的。竟然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花心的，家人们。你眼睛这么尖，一个人打个花心，你都看得到我。对啊，我就看到了那个人，因为他没有人打花心啊，他一个人打，所以说就看到了呀。就是说明我跟你说，做人嘛，还是得要没有十全十美的啊，始终你做不到人人都喜欢你的，知道吧？总有一些人是不喜欢你的。对，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我，我老不老实？我老不老实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我对女孩子我该有的尊敬，你看我什么时候没有过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你
对，老不老实他们又看不到，没有家，你又不带个女的在他们面前那种像我一样、带个二妹啊，带个什么的，我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面子嘛，没有这个面子嘛，我家人们能感谢的，对不对？等我，对不对？可以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的时候，我就把我最心爱的姑娘带到你们的身旁，好不好？你结婚的时候我也要来了。啊，好，那你结不是？那我结你结婚的时候我当主持人，我结婚的时候你当什么呀？我当新那个伴郎吧，我当兄弟，你这有点过分了，错了，你有点过分了。我当伴郎吧，兄弟，你结完婚了是不能当伴郎的啊！你结完婚了是不能当伴郎的，结过婚了就不能当伴郎。对，是的。那你先结，我先结吧。你过两天就找一个相亲就急吧，你不要培养感情。所有直播间家人们都是打我，对不对？都是打我，不花心的，对。所以说家人们的眼光是雪亮的，因为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出去家人们老不老实吗？因为家人们，我相信他们都是一群特别牛的人，因为他们的年龄肯定在我们之上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他们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米都多，对。所以说他们能看面相的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你们能看我们的这个叫知人知面，对不对？虽然心不心知不知，我们先不说面相，那看一下我的面相，家人们来。家人们来看阿伟这个人善不善良，家人们就你们就看着他这张帅气的脸庞，你们觉得他善不善良？你们看我的面相是怎么一个回事，家人们？直播间3800人，马上4000人了，你们说我的面相像不像像不像个好人？其实啊，这个社会啊也没有什么好人坏跟坏人的、只是说大家有没有了解那种。但是啊、我不敢说我是很善良的人，但是呢我没有坏心眼，家人们，说实话我没有坏心眼，也不是坏人啊，知道了吧？谢谢家人们，来，没有关注阿伟的关注一下、然后咱们把赞的点一下，来，能不能再次给阿伟来一个双倍点赞，家人们，来直播间3700个人呢，能不能再给我整个双赞来，家人们？对，就这么点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，开始，家人们，来，走起来。对，双赞给我搂起来，来。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阿妹她今天请假了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阿妹她今天请假了，知道不？来，双倍来了，家人们，这一次我们的目标是100万。来，现在60万了，坚持10秒钟，家人们。69万了，来，坚持10秒钟。对，就这么点就可以了，直接一直点屏幕，一直点手机，你们自己的手机屏幕就可以了，点自己的手机屏幕就可以了，一直点，对，坚持10秒钟，来，家人们，70万了，70万了，还差30万，家人们，一起正助力起来，好不好？一起助力起来，家人们，来，坚持10秒钟，10、9、8。7、6、5、4，家人们已经80万了，来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80万了，来，80万了，